走这么远，累了吧？来，像我这样，躺下来。这个季节，青草刚长出来，摸上去毛茸茸的，一点也不扎人。以前一个人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像这样躺着看头顶的星星。知道吗？我偶尔在想，过去那些晚上，我是不是也曾经看见过你来自的那颗星？让我来猜猜看，是那颗吗？还是那颗？都不对。那你指给我看。真想永远能像这样，只要伸手就能抓到你的手。忽然想对着你的星星许个愿。哎，不许把手收回去。怎么了？你觉得这样不算好好许愿？因为我没有松手，所以这个愿望算我们一起双手合十许下的。我把我的那份愿望给你，这样你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。嗯，想说什么？想告诉我你的愿望？可是说出来不灵了怎么办？还是想说的话就写在我手心里吧。和什么有关？你是和我有关的愿望？我很开心。困了吗？困了的话就睡吧。怎么摇头啊？不舍得闭上眼睛？睡吧，别担心。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你，和星星一起守着你。哎，不是困了吗？怎么眼睛忽然睁那么大？问我要做什么？要做坏事。好了，睡吧。我不会放开我的手的，我保证。你还睡得着吗？地面把你的心跳声放得好大，砰砰砰砰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但你确定要
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吗？